功能折叠工具钳。好，看看它有多厉害。做工还算不错，然后呢，尖嘴跟这个不知道叫什么，然后这边有剪一些什么剪电线的，或是剪一些细的铁丝，然后这边应该是夹的，哇哇，可以夹住，然后开，然后这边是尖嘴的部分，然后这边有弹簧，它就有自动回弹的功能，端音端音很方便。好，然后呢，它可以折叠变这么小一个，很好携带。然后这边呢，这个叫金属锉刀。金属锉刀就是有一些东西金属那个太利啊，就可以用金属锉刀去锉，是金属锉刀，不是指甲锉刀哦。然后这个是锯子，可以锯木头，它是锯木头的，不是锯金属的哦。好，这个锯头，它是双排齿的。双排齿的设计呢，就是你在锯的时候速度也会加快，可以省时省力。然后呢，像这个是一字起子的功能，然后你也可以当那个挖的功能，就是一字起子哦。然后这个嘞，这也是一字或是挖，就是可以撬。然后这个是开罐器，开罐器很方便。然后像这边随身刀啊、折叠刀、水果刀，或是切一些小东西也蛮方便的。然后这里呢，又一个锯子，这个应该是锯绳索之类的绳子啊什么的。然后刚刚介绍那双排锯是锯木头的，这可以锯一些那个绳索之类的。然后这边还有两个工具哦，哇，怎么那么多？这也是开罐器的一种哦，开罐器一种。然后这个厉害咯，十字起子，这个有十字起子功能，很方便。好，然后嘞还附一个收纳套。这个收纳套里面，然后腰皮带这样穿过去，就可以携带啦。嗯，不错。